我是顾嘉南，今日举办开镜记者会，主要演员杨锦华、谢家健、黄建伟首次同台，不过三位私下早已彼此认识。记者会上还做起心理测验，测试每个人在婚姻中是否有市场，让谢家健当场丢字卡，杨锦华苦笑自己是个廉价货，为爱牺牲付出一切，婚姻市场为赔钱货。哎呦，比较属于那种兔子类啊，或者是属于那种马类、牛类，为什么？